交接典礼完毕，现任市长林佑昌在新科市长谢国良陪同下步出礼堂，离开市府。才一踏出大门口，林佑昌的妻子吴秋英立即上前拥抱。老爸回家了，老爸回家了。谢谢，感谢你哦，恭喜。终于把我们家爸爸回家了。离开前，新科市长谢国良也献上祝福，特别感谢了市长这八年的一个努力，让基隆市能够更进步。那我刚刚在跟市长会面的时候，我也特别跟他报告，在很多施政，我们会有效的来帮他延续，来推进。那但是未来国良有更多我们要想做的东西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会随时打个电话跟我们的林市长来请益。那当然我还是祝福他能够更上一层楼，因为我相信他有更好的发展，一定对基隆市民也是个福气，也是基隆市民之福，所以我在这边也先预祝他一下这样子。被问到卸任后下一步，林佑昌正式回应：感谢市民给我机会，然后感谢市府团队，还有我的家人对我的一个支持，这八年来非常的一个圆满。那我也在这边祝福我们谢国良市长带领基隆市政，让基隆继续向前进，然后能够更加的一个进步跟发展。那等一下我会搭计程车离开，我太太来接我回家啦。先回家休息一下。那我想这个很多人这个对我有一些期待，但我也曾经说过，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，我从来不为自己的下一步来做规划，就是满满的感恩啊，谢谢你们。离开前，两位市长互相握手致意，彼此献上深深的祝福。记者黄少明、黄日升、陈淑平采访报道。